韩点六大主播做梦都想删除的搞笑社死瞬间。吕德华手误点开手机后台，声音被冲突掉了。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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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事情很正常的嘛，他妈点错了，差点后台给开到了。喜欢 cosplay 的富赖。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哇，这个人爱上了女装，他为什么爱上了女装？爱王凯的帅哥，爱王凯的帅哥，很好。啊，这个初六这个 ID 我要关注他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关注，但我要关注你。好的，他也关注我了。哇，那个预感是我的下一个是谁要的？月野们是我。树叶变成电报机。怎么还提醒我白雪就不要在泉水玩呢？你提醒。这边基地都炸了，我去干嘛？你是不是有？你这王者荣耀，我真的是受不了！你匹配，你暴击子，你扣分机子，你机遇系统，你有病吧？你是。头一次见游戏输了怪对面的。哎呀，赛季初麻烦你们这些害人精不要来打巅峰赛，是不是？你是进是吧？是吧？我知道，麻烦你们这些赛季末1500的选手不要赛季初出来害人，行不行啊？啊，不是吕老师，我打的有问题吗？吕老师，你打的没问题啊，我是对面的精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我害谁了吗？害我了呀。这也能这害吗？李老师，我操！没事没事，说说。马超的血脉压制。那很漂亮，哥哥。马超，马超！鬼谷子开团。怎么说？你们跟点技能，我直接断大西！来来来，卷卷。结束了。